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阳小鱼儿。如你所见，噔噔噔，我已经住到了我们新家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完全搬过来。最近呢有住过几天，手账工具呢也没全搬过来，拿了一点粉丝送的。那我们今天在这做个手账吧。工具比较有限，就只有这么一本，也不知道算不算手账本。然后里面的工具戒指倒挺多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就这页吧。好，整理完毕，打算用提拉多的贴纸准备做蓝色系，找出这个点点胶笔，这个我第一次用，试试看好不好。面签粘在这里，哇哦，这粉丝亲手做的笔刀，太太陪我。哎，没有板，没有铲子，没有镊子，条件艰苦了点。我要画框框啦，这是粉丝寄给我的荧光笔，我来试一下。现在我画一些横线。用马克笔写，好啦，我做完了，是蓝中带紫的那种颜色，粉丝们觉得我做的好看吗？好啦，在新家的第一个手账完成啦！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